今年5月26日，甲哈尼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今年嘅确诊病例，今年呢也嘅数目是土对疫情发生到一下，跌开来到一下，全台湾嘅确诊总累计数呢来到嘅6091例，正式突破嘅6000例案度嘅。今年5月26日新增加嘅301本土案例，另外有2个系境外落来嘅病例，有331例系高增回归。古早鸦片加加起来，今半夜就加出了635例。一下全台湾总确诊病例数，沿市来分布哦，一定多的，含中央是新北市，今半夜就加151例。古早一下新北市有2381例案度的确诊数，特别是白天日，接下来呢，客家县桃园市今半夜加21例，一下总共有228例桃桃园。韩国呢，唔但像全台湾，今半夜26起事，就连外岛的连江县，咪传出有一例确诊病例。接下来呢，今半夜按对高增回归数，按就继续来看到。你看到呢，也系指挥中心提供的图哦。对5月15起事，当然像亚种感染色的，就是高增回归的量。当然呢，都是上上下下，加加减减。加下陈时中咪讲到的。研究看到5月15到5月17是亚团疫情的高峰期，虽然讲接下来并冇继续逼开来，不过也咪考虑点，也个医疗量呢系唔系有啦？故所陈时中佮表示，请希望高增回归按那个情形，亚礼拜就做得完善点清下来，就会恢复下正常的情形。因为系讲全部嘅数目是亚种量做得确实，然后佮咋做到？而家要按研判疫情，要好好来观察，也个情形咪会较正确。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再过来提醒大家，因为要加强当地的防疫措施，加强三级警戒。故作呢，唔但像出现老板提醒大家，随时要带点作业咩？因为本旦你冇带作业咩呢，会同牵挂，接下来就会直接开发的。第二个是本地的中午的营业的休闲娱乐场所，接下来会去查到韩国人去喜茶，韩国呢是讲违反的人就会严格罚判。这个东西中午的头点地图来说，听说爱买嘢带转去，韩国像有人呢头一波的爱结婚办好事情想要抢人下，又一波的指挥中心期望大家呢唔好抢人下，另外唔判工资，还有呢是做的判假期。也是根本的来强化三级警戒的做法。接下来是讲有马家人继续来做审理，也个休闲娱乐场所查到有人违法继续营业，就会连锁开发。唔但请点头家听听，现场的专业人员、消费者还有现场所有其中起来的人，就会强下来发。也是根本的客家亲情文，为大家整理的重点部分。提醒大家呢，按客家亲情文，当日就会有2节名录直播。亲情就是当日早晨的9:20，会有客家亲情文按做亲情播。另外下昼2点，同名录方会有客家亲情文来直播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，同大家来做客家的重点整理。